现在来不及放了，因为没有带，所以我用讲就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八，然后我是新来的，我也是很久以前就来过的。我在自主学习促进会工作，然后是曾经是资讯长，然后后来被抓到监狱里面去，然后现在出来了。然后之前在 B 台湾曾经工作过一段时间，然后现在看到很多好朋友来到这里，现在新生代都非常的厉害，我的底下即便不提了，我很感动，谢谢大家。